姐，你来了。阿满，哎，你帮我掐朵花，我戴上试试。瞧这头梳的好，这花还挺配你衣服的颜色的。这衣服是我特地新做的，这不得去参加人家婚礼吗？姐儿，行吗？嗯，嗯，这样。阿满，嗯，要不今天就别去参加婚礼了。为什么呀？挺高兴的，凑个热闹呗。今天咱俩在家里边聊聊天好不好？行，我听你的。谁呀？我阿福。阿福，哎，阿满，不要胡闹。放心吧，我能跟他计较。哎，慧姐，你也在啊？啊，我来陪阿满说说话。啊，阿满，这是我跟凤琪的一点心意。我这什么都有，用不着，你拿回去吧。啊，阿满，这是阿福的心意，我替阿满收着。阿满，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。你大喜的日子，我总不能寒碜的跟个叫花子似的吧？阿满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是我和凤琪对不住你。不过你的宽容和大度，我一辈子都会记在心里。得了得了，我这不挺好的吗？是，我们一直都是好姐妹，可是大概是命运的捉弄，有些事情它就是发生了。我和凤琪，我们俩真的对不起你。我这好好的好着呢，我才高兴呢。他一什么人呢，还要我一大连长天天伺候他？你想，我这会儿才解脱了呢。我倒是担心你们俩，一个只知道唱戏，一个只知道打算盘，到时候热饭菜都吃不上一口。那以后您要是有什么事，随时找我和凤琪。行了，去吧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阿福，我送送你。慧姐，阿满他回去吧，和凤琪结婚，好好过日子。阿满这儿有我呢，放心。啊，回去吧。同志们，乡亲们，今天是我和蔡福大喜的日子，感谢大家来捧场，谢谢。我们都知道咱们临水现在条件比较艰苦，所以我们的婚礼一切从简，给大家发点喜糖，就让你们给我们做个见证。等将来日子好了，我林凤琪向大家保证，杀猪宰羊，给大家补顿好的，行不行？哦哦！是革命好，要不是革命，我这辈子都娶不到你。凤琪，你会永远对我好吗？我林凤琪
能娶到大小姐，是我们林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要是我对你不好，就让我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谁让你发誓了？这个镯子，这回给你戴上，一辈子都不要摘下来了。答应我，大小姐。以后不许叫我大小姐。从现在起，我是你的妻子了，还不改口？是，是该改口了。阿福，哎，阿福，哎，晚了，睡了啊，明儿再来。是我陪你喝酒来了。不去喝喜酒，你跑我这干什么？喜酒我喝了，喜糖我都吃了，那丸子王我才来的。你滚！哎，行行行行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他那喜酒我能去喝吗？那不得烂嘴巴呀。我就是担心你难受。带点酒来，来，陪你喝顿大酒，咱明天把一切都忘了。嗯，好口子，算你有良心。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儿咱俩谁也不许耍赖，把这坛酒给我喝的底儿朝天。喝，来喝，倒上。我早跟你说了。那姓林的当初那要娶你，那心思就不干净，你就不听我的。你聪明，我笨啊，我傻，我眼瞎了，行吗？啊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喝酒，喝酒。你说，你可评评这理，我对林凤岐好不好？好，那好的简直没得挑了。可不是嘛，我这一门心思对他好啊。他吃少了我怕他饿着，吃多了我怕他撑着。他身上穿的衣裳，脚上蹬的鞋，哪样不是我给他置办的？他说他要去赣州，罗政委不答应，我转头我就给他拎着脑袋去担保啊，他才去得成啊。人前人后哪件事我不是顺着他？这可以见我陈曼金眼里有谁呀？就是，那姓林的，他要不是咱们同志，我早就把他揍死了。我死得好，他就不是个人。你说我这么掏心掏肺的对他，啊，他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，这不是白眼狼是什么呀？白眼狼，他就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白眼狼。还有那蔡福，就是一白骨精。我跟你说，他除了会唱那几句酸曲，有哪样比得上我好啊？还把人勾得五迷三道的，我就不信了。来，白骨精，喝酒，喝酒，喝。狗子，我不怕你笑话我。你说人要脸树要皮，我这下好了，男人都被抢了，我以后怎么抬起头做人呢？我就听见他们的爆竹声响，我就恨不得冲过去把他们家给砸了。这林凤岐就该枪毙，蔡福就该给他打一顿，我才解气。阿满，阿满，咱不说气话啊，打今儿起。你自己要好好的活着，你得活得比他们好，你要气死他们，知道吗？我也想活得好啊，可是都没男人要，我怎么活得好啊？你说我上辈子干了什么缺德事儿，怎么就没男人喜欢我呀？
行，别哭了，有别就别别别不不喝不喝，喝多了，喝多了。我酒是好东西，让我喝。好，我陪你。阿满，咱们今天喝完这顿酒啊，明儿早上起床，你就把这姓林的给我忘了。咱们临水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好小伙子。你终身大事包我头上了。对，再找点知己，你给我全包了啊！你必须给我找一个强他10倍，不，100倍的。你放100个心，这事儿就包我头上了。明儿我就给你找来。首府，啊，站好！首府，叫你首府，谁让你撅屁股了？你是怎么练的？去，200个俯卧撑，快！我告诉你们，不好好训练，等上了阵打白狗子。报告连长，二胖昨晚值夜哨，身体还没恢复。谁让你插嘴啊？啊！我说话轮得着你插嘴吗？去，跑10圈。是。好好听话，不会听。杀白狗子，你们能这么懈怠吗？啊，做什么俯卧撑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上了阵没有人可怜你们，上了战场就得挨枪子儿，你们不好好练吧。干嘛？心情不好，不要把脾气撒在战士们身上。谁在这撒气了？我这是在训练，瞎嚷什么？上！来，起来！哎，干什么你？这是我的。同志们，今天你们连长有大事儿啊，下面自由训练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谁有大事儿啊？解散了。干嘛？你快去捯饬，收拾。啊？人家等着呢。嗯？谁啊？你怎么忘了？那不跟你说了，你的终身大事包我头上了吗？我说了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你什么记性啊？那就昨天还说比李凤琴好100倍那个。相亲啊，我不去。我这好不容易才找着的，一个郎中，一个账房，啊，郎中照着谭医生找的，账房照着林凤琪找的。万一要有看上呢，怎么着也得见见啊。那不行，哪有刚离婚就去相亲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说了话就反悔啊？你可以言而无信，我不能言而无信啊？你怎么回事你？那人我都说了，你说你去不去？我跟你说啊，狗子，你这人吧心眼不错，所以呢，我就给你一个面子，去看一眼。去，但是呢，我那先生您贵姓啊？吴。啊，是账房。哎，对。啊。哎，干一天活得吃多少米呀？嗯。我一般都在队伍上吃。啊，哎，睡觉打不打鼾啊？训练累了也打鼾。那不行，那得等我先睡着了你才能睡。我一听打鼾声我就睡不着。那个，会打算盘吗？会点儿。这个好，我
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必须得听着算盘声我才能睡着，要不然我就睡不着。以后啊，睡前你得替我打一遍算盘。家务活勤快吗？是个女的，哪有不会家务活的？别看你是连长，到了家那就是我媳妇儿，得归我管，听我的。那个，以后家务活就全交给你了。这个生孩子的事，先暂时撂下。我这四十好几了，我怕万一生不出来。还有，我这个人身子骨弱，三天两头伤风感冒，有时候卫生所一住就是半个月，伺候我的事都全交给你了。你看什么呢？你毕竟是二婚了，我虽然年纪大点，但我还是头婚呢，你还别觉得自己吃亏了。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条件，你要是没什么意见，就把这个给签了吧。我去你的，还签卖身契呢？你想得美！你玩老娘！别动手！别动手！什么意思？别动手！别动手！什么人呢你？要死！别打！别打！我听说你离过婚啊，这不算啥。其实啊，我也结过婚。那你媳妇儿呢？两年以前跟我出夜诊的时候摔死了。还是找红军的老婆好，以后我再给别人看病的时候，就没人敢赖账了。那，你真是郎中啊？佟连长没跟你说过，我可是这十里八村最好的郎中。要不然我给你看看，我给你看看。你干嘛呀？牙口不错。我又不是牲口。哦，看牲口啊，看牙口；看人呐，也得看牙口。哎，来来来，我呀，我这么多年什么都没治下，我就治下了这么一个小毛驴，算是我给你的聘礼啊。你看，哎，你看这个，平时啊，你高兴的时候，你可以骑着到处走走，打仗可不行，这驴啊上不了战场。要不，你试试？行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嘿嘿嘿嘿，哎，要死！你摸我屁股干什么？啊！耍流氓耍到姑奶奶头上来了！我说你，你一个二婚的，你还这么大脾气？我是扶你上驴，我是摸你屁股吗？找死啊你！哎呦你站住！哎呦，你干嘛跑？别动手！别动手！你过来！怎么又动手啊？你干什么你？你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回来！这人的屁股跟驴屁股有什么两样啊？打不死你！哎，我的驴！你回来！驴什么驴？哎，慧姐，慧姐，你先听我说，你听我解释。闭嘴！姐，你听我说，他是什么好东西，安的什么好心啊？给我介绍的都是歪瓜裂枣的人啊，占我的便宜，把我当个丫鬟使的，都是什么人呢？慧姐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是答应他第二天给他找，那时间仓促嘛，我是没有充分的时间了解那俩人，这是我的问题。可是你什么臭脾气，那人都要吓跑了。你自己说要给我找的。阿满，我看这次小童是真伤心了。你们俩一块过日子？拉倒吧，我能看得上他？谁能看上你啊？你真有意思，就你这脾气，谁能跟你过呀？你去。小童，姐，我受不了他了。你的事儿以后我不管了。谁要你管事的？拉倒吧你！滚滚滚滚滚！你们这两个冤家，一见面就吵架。阿满，你也别急，姐回头再给你物色一个你中意的。啊？还要再想啊？哎，听说小童给阿满连续安排两次相亲，阿满都没看上。你又不是不知道阿满，他就喜欢读书人。喜欢那种温文尔雅、满腹经纶的，小童给他介绍的，不是郎中就是兽医，阿满怎么会看得上？读书人。嗯，我那儿倒有一个。嗯，
谁啊？你记不记得宣传科的刘干事啊？人长得斯斯文文的，平时又经常舞文弄墨，也还是单身，跟阿满年龄差不多，合适。嗯，我想阿满现在忘记林凤琪最好的方式就是展开一段新的感情。嗯，好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明天啊就安排他们见面。嗯嗯。哎，您是陈连长，倪大姐让我来相亲的。是我。听说您是战斗英雄铁二连的。啊，没错。您真是陈连长？废话，刚才不都说了吗？哎呀，久仰大名啊！上半年打建宁，我看过您的相关报道，女英雄啊！哎呀，瞧瞧，今天真是见到真人了。哎呦，看看这身板，多壮实啊！你知道我？如雷贯耳啊！我们这些搞宣传的，最怕的就是没有素材可以写。倪大姐真是帮大忙了。以后啊，有您天天在跟前，还怕没东西写？我有那么稀罕吗？太稀罕了！以后您要是有什么英雄事迹，我是第一个知道的，再也不会有人跟我抢了。宣传科那么多笔杆子，谁能抢得过我？你是为了这才想跟我结婚的？结婚？你想哪儿去了？啊，你不是来相亲的？嗨，咱俩结婚肯定不合适啊。您是连长，我这个级别还不到一个排长呢。哎，再说了，您这枪杆子和我这笔杆子都凑不到一块儿啊。什么笔杆子枪杆子的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搞宣传的，笔杆子，您是扛枪的，枪杆子，这不是一路啊。你说半天这是我认字儿没你的多，对吧？姑奶奶，我还瞧不上你呢。哎，女英雄，别走啊！别跟着我，小心我这玩意儿不长眼。哎呀，这还是不中医。要我说啊，这耍笔杆子就是不实在，肚子里有几滴墨水就瞎倒腾。当初那个林凤琪就是因为有几滴墨水就蒙了心了。我说你还不信，要找啊，还是得找踏实的。阿满，我非常理解你，但感情这种事要随缘，我们大家都非常担心你，想开点好不好？哎，姐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想给我找个好男人，我早就想通了，别操心了啊。谢谢你，真的好了。嗯，都过去的事儿，我老揪着心干嘛呀？我傻呀？真的好了。太好了，这都是我们急需的消炎药、止血药。药倒是备齐了，可是我们要想办法尽快给他运回临水去。我去看过，现在国军那边查得非常严，没有通行证根本出不了城的。哎，对了，要不再试一试孔明灯。依照本地的习俗，孔明灯只会在上元、中元、下元三个节日放。上元天公赐福，中元地公赦罪，下元水公解厄。除了这三个节气，其他日子放会太惹人生疑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那就得想其他的办法。只能试试这个了。易先生，您肯前来，我这生意才算是有救了。哎，这位先生是？这位是我的徒弟小五子，也算是我的贴身道童，这次特意前来协助我施咒做法，驱鬼除魅，以保平安。好，既然是您的高徒，请，请。易先生，请，请。易先生，你可来了！易先生，范姨太，这最近呢，
我这头也疼，还胸闷。哎呀，易先生，上次多亏你指点，我三姨太总算怀上孕了。可是这两天呢，她这上吐下泻，还心口疼。这杨大夫、土郎中我都找遍了，鸟用都没有，连个屁都查不出来。您呢，快给看看吧。哦，把嘴张开。啊。把符篆给他贴上。把嘴也贴上。对，贴，都贴上。张嘴吧。啊。嘴张大一点。我听出来了，你是那个医生。三姨太，你现在身体有急，不宜过于激动，这样对胎儿不利。对，听先生的，别瞎咋呼啊。这里有事儿，他根本就不像易先生的徒弟，他是那个姓谭的医生。啊？嗯，过来过来。罪过罪过，小徒面貌丑陋，让三姨太受惊了。当初收他为徒，就是因为他面带煞气，有钟馗之相，可以降妖除魔，如有冒犯之处，还望孙司令见谅。啊，易先生，没事没事啊，三姨太，没事没事，这小徒长相丑陋呢，是因为了驱鬼，不是吓人的啊。易先生，我孙某是个粗人啊，得罪得罪，继续施法，继续施法。孙司令，请小心。孙司令，三姨太面白若纸，阴气过重，阳气不足，神志不清，恐怕是厉鬼缠身。孙司令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好，请请。有什么化解的方法吗？花多少钱我都可以做。这不是钱的事，三姨太的冬虫夏草不宜再服用了，我得给她换一味药。这味药很稀有，既可治病，也可驱鬼辟邪。易先生，这什么药这么灵啊？肉灵芝，也就是太岁。
它长在深山之中，吸取了天地日月之精华，可治万症。三姨太若是服用了这味药，定可痊愈。这好办，明天我把弟兄们全撒出去，上山找去。孙司令先不要着急，若是无缘之人，一辈子都未必能采得到。但易某既然下了这味药，就一定有采到他的办法。明天我就让我的徒弟到山里去采，只是……哎，易先生，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，啊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就给你张罗好了。去城外采药，避免不了进进出出，只是近日城门封锁甚严，怕有不便呢。哎呀，有什么便不便的？你等着。易先生，你看看啊，这是我们警备区的特别通行证，有我的私人印章在上面啊，你拿着。谁要是为难你，就是跟我孙某过不去。孙司令，请放心，这件事就交给易某。请您静候佳音吧。好，告辞了。请。玄烨，今天真是吓死我了，还是你有办法。这回有了孙司令的通行证，一切都好办了。作为专业的医生，你对三姨太的病怎么看？我仔细观察了三姨太的脸色，还有她的舌苔，再综合她的症状，基本上她属于那种慢性的铅中毒。这就对了，这虫草里面有大量的铅。这是冬虫夏草啊，怎么会有铅呢？来，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冬虫夏草是非常名贵的药材，药商为了谋取暴利，就往里面加了铅粉，增加重量。三姨太每天服用，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慢性中毒。这些黑心的药商啊，为了赚钱什么事都能干。还是你仔细啊，找到根源了。对了，那慢性铅中毒按照你们中医该怎么治啊？不会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要服用肉灵芝啊？我这都是骗孙司令的，我要不这么说，他能把这个通行证给我们吗？明天你就要离开赣州了，路上自己要多小心一点。你放心吧，我人在药在，有了这个一切都好办了。对了，你还回临水吗？只要你可以平安，我们一定会再相见的。嗯。谭医生，咱们已经安全出城了，要不咱们歇歇吧。不，不能歇，这里还是白区，咱们不能久留，得抓紧时间离开。再说罗政委还在家等着咱们呢。好吧，咱们呀再走快点，别让他们等急了。嗯，好。哎，怎么办谭医生？没事，大家不要慌，咱们有孙司令的通行证，一会儿呢咱们淡定地往前走就行了。跟着我走。停，干什么呢？哎，长官，我们是上山采药的。采药的？有没有证啊？啊，有。过去吧。谢谢啊，来走走。凤琪啊，这趟款子送到瑞金，离中央派发的财政任务还差多少？还有三分之一的缺口，
这是我们银行仅存的活动资金了。再这么下去，银行恐怕就要关张了。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打胜了，但是我们的消耗也很大，再加上敌人封锁，现在不光是武器装备，就连被服、鞋袜以及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了大问题。马上就要入冬了，再不筹粮筹钱，战士们就要挨饿受冻了。是这样，罗政委，银行方面我已经严格建立预算决算制度，基本杜绝了贪污浪费、吃空缺、以少报多的事情发生。不过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啊，要不增加税收吧，这是获取资金最简单的办法。绝对不行，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。要不这样，等我从瑞金回来，再带些本钱去赣州做生意。上次派你去白区，确实带回了大笔资金，不过做生意有赔有赚，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我有个想法，你看行不行？你说。哎，你看，咱们临水盛产钨矿，这可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金属啊。我想，咱们想办法把矿开采出来，把钨矿卖到白区去，这才是长久之计。你说呢？有点意思啊。这事儿能成，咱财政压力可就减轻了。啊，你这次去中央，把开矿的想法向首长汇报汇报，只要中央同意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好啊。请进。罗政委。玄毅啊，你来的正好，请坐。玄毅啊。嗯。谭医生都跟我汇报了。喝水。谢谢。听说药品通过孙司令已经搞到了，真是不简单呢。有什么不简单的，尽己所能而已。玄毅，我找你来呢，是有件大事求你帮忙，而这件事非你莫属。非我莫属？有这么严重吗？是这样啊，咱们开采钨矿这个方案中央已经批准了。哎呀，只要这个方案能成，咱们的经济就算有救了。这是咱们新成立的这个勘矿队，根本就没什么经验，一直找不到矿脉。我想你精通天文地理，对临水的地形地貌都很熟悉，所以这件事只有你能完成。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尽力的，但我一个人也是完成不了的，需要我们一起配合。哎呀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这样，我就让陈满金多带些人协助你。临水的希望全在你身上了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努力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凤琪，易姐来了。耶，欢迎欢迎，快请坐啊，我这饭马上就好。行啊，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说我什么什么麻烦？这阿福天天见到你说想你，你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真是想不到，这行长还可以做饭呢。那得看他是给谁做，不过他要是做得不好的话，你可别介意啊，刚学的。瞧你说的。来，趁热赶紧吃啊！来，尝尝他这汤。这个呢，豆腐啊，是他自己磨的，是去年的黄豆，味儿可能有点苦。还有这个蛋花，这可不是鸡蛋，这个是他从林子里掏的鸟蛋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个野山菌，是他从山里自己摘的。啊，这个大白菜是老乡送的。凤琪为了你啊，真是没少费心思。你别夸他，他可不全是为了我。他不是为了你，还能为谁啊？嗯，你怀孕了？嗯，真的啊？哎呀，那太恭喜你了！看来我要当姨娘了。易姐，你剃了这么多年的胡子，还真以为自己变男人了？来，快摘了！哎，别闹。你看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